佢嘅主要意見係覺得依個係應該做嘅事，佢即係用合適、合理、合法嚟形容。咁佢亦都提醒大家，一國兩制嘅精髓就係要互相尊重、互相了解。咁佢認為即係內地政府必然會尊重特區嘅司法體制、特區嘅司法管轄權同埋特區嘅依法施政嘅能力。咁喺咁嘅情況之下，佢又唔覺得，既然而家個法律有咁多嘅人權同埋公平審訊嘅保障，點解有人認為呢個法例係唔應該獲得通過或者係不可接受？即係譬如就話，喂，其實你諗下，如果內地嘅司法體制係好差，係好多冤獄嘅案，咁佢社會一定會有一啲不滿嘅聲音。我自己一向對內地嘅司法體制嘅改善，其實一直都好關注。我自己就一向都覺得呢啲會面係有用處嘅。我都有同我哋啲年輕嘅學員，琴日完咗之後有啲討論，咁佢哋全部都覺得大開眼界。